哎呀，七爷爷，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有失远迎。齐经理，两天到了，东西呢？七爷，您别急，这东西啊，早就给您备好了，您看看。齐经理，不省粮啊！啊，我说二百就二百了，你一个月一个月的结，我还得一次一次的来。哎，你不嫌烦，我还嫌累了。七爷，您的意思是？一年一次，干净利索嘛。好说，这事儿七爷您说了算啊。爽快。哎，不过话可说明白了，咱们麻烦单算。不知道七爷您说的麻烦事是指这北郊站这个地方肥得流油啊，许多人都惦记着呢。这日本人想和我合作多次了，我都没答应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呀？我爱国啊。是是是，可是也免不了许多人寻衅滋事。哎，你说出了麻烦我再出来解决吧。所以啊，麻烦一次但解一次。七爷您的意思我明白，我这儿啊往后少不了麻烦七爷的时候，是不是？哎呦，你小子懂事。你怕麻烦，我不怕。是是是。七爷，您找什么呢？哎呀，孙子。爷今天这皮鞋脏了，给我擦干净了，以后咱们什么事都好说。哎，你可别说我欺负你啊，谁大谁小大家都看着呢，我是让你给大家有个交代。七爷您说什么事呢？擦鞋是吧？笑死他啊。七爷，看好。这这这，啊，行了。七爷，您有所不知，我那小时候最早到街上混的时候啊，就是在街边给人擦鞋的。这活儿，我在行。高人油擦干净点。七爷您看看满意吗？小子，我喜欢你，有事找七爷。七爷慢走。哎呦，七经理真给他擦鞋了，也是没办法。行了行了，别说了，别说了。哎，来吧。他擦了，我听下面人这么说的。于先生，你让麒麟人我觉得没错，可是人也要有个度啊。这个刘七简直是穷凶极恶，你让麒麟这么一忍，那以后在北郊站怎么确立他的威信？要是下面的劳工都不听他的话了，那他这个经理还怎么当？你的意思是以暴制暴，那我们和三大亨和永兴公司有什么区别啊？可这个刘七确实是欺人太甚。我倒认为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遇见两个刘七这样的人不是坏事，
我更看重的是麒麟对这件事情以后的态度。他都已经忍让到这个程度了，以后还能有什么态度啊？但愿如此吧。哎呀，又是谁请我吃饭呐？哟，张大帅，师爷。哎，刘局，能进来过得可好啊？好，好，好，托张大帅的福。大帅，哎，师爷，你二老怎么今天有空到北郊来了？啊，张大帅请你吃个饭，聊聊天儿。哎呀，没想到你带来这么多人，看来还得多加几把椅子了。你们几个，滚！快，快滚！姐，你们在外头候着。我和张大帅吃个饭，有什么不放心的？滚滚滚！快滚！刘七啊，能进来靠着北郊站发了不少财呀、啊。哪有的话。最近闹罢工，弟兄都揭不开锅了。这如果行情稍微好一点，那我不赶紧的去拜访张大帅、胡老板你们呢？不能够吧？农现在天高皇帝远，在当地称王称霸，会把我们几个放在眼里啊？大帅，是不是我做错什么了？如果做错了，你老就尽管骂。你知道我心里没底啊？能知道今天叫你来做什么吗？不知道，叫你来擦鞋，擦鞋，哟，我就喜欢给大帅擦鞋。不是给我，是给别人。刘老板，给刘老板请安。齐经理，哎呦，齐经理。你怎么不早说你认识张大帅的？哎呀，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？你看这……哎呀，刘老板，刘老板，在你们江湖有你们江湖的规矩，是不是？不过，在我们这永兴公司，也得有我们永兴公司的规矩，是吧？那你说，在这儿，你是谁？我又是谁啊？你一定是祖宗，我是孙子。我给你擦鞋，我给你擦鞋。让你给我擦鞋，我他妈嫌脏。哎，张大帅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只要你今天不擦我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。张大帅，张大帅，这错都认了，齐经理，我看就算了吧，啊，起来吧。我不敢起来，大帅，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不是跟我说对不起啊，刘琦。哦，对不起，齐经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齐爷，对不起，齐爷，齐爷，不打互相使手，来来来，我来来，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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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起 来坐，就坐就坐，来来来，齐爷。吃个饭，喝顿酒，大家都是朋友，是不是？啊！行，人都齐了，我去拿瓶好酒。以前是真不认识，真不认识啊！叫麒麟，现在认识了吗？
闪开！闪开！对呀，怎么回事？麒麟呢？还没到呢。这儿，这儿，这来了，这来了。这是谁干的呀？这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？今天怎么被挂这儿了？你不知道？杜先生，这我哪知道呀？怕是他平日里得罪的人太多，被人给弄了吧？哎，有人报警吗？有，现在去，现在去。愣着，报警有什么用？哎，倒是给咱们站上省了钱了。看来真不能随便找人擦鞋。